队友怎么跑到外面去了？不知道，不就害怕了吧？牛逼啊！牛逼啊！那必须的嘛。四倍镜你要不要？我不要。你没有开麦，这个四倍镜我是一不小心顺手划的。哦，我不要。我说为什么那么久都没有剪，我还以为是我剪的特别快呢。你剪的确实挺快的，每次就是因为你剪的太快，我每次都是拖一拖垃圾在背包里面。哪里？那因为你每次剪觉得不够肥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肥，好不？没有，是因为我想抓你那个，然后被你抓了，然后他就会往上面挪，往上面挪，然后我剪的全部都是一群垃圾。没有，我填不了那么多东西了。有时候还会把自己的枪换成一个垃圾枪，然后就心态爆炸。心态爆炸？没事，你说呢？你要什么，我就再丢出来嘛。我不要，我想要猛男枪。对，就这样。一定要玩这个东西吗？对，我小地图打猛男枪可猛了。哦，可以，那我看到了，我就叫你。猛的，你一会儿乱叫我哎。脸出来，来，这里有三级甲，来，你不要点在那里哦，有一个三级甲。好哦，你不要点在那里，在哪里哦？我没有看到你标的点。就在我标点的那里啊。你没有标点哦。不要点了。你没有标点、哦？哎，没有标点吗？啊，那就是这个小楼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哇、okay ，我爬到这个尖尖角，我看。哇，牛批！这里有一把猛男枪，你也不叫我。哦，可以，那我看到了，我就叫你。What the hell are you talking about？我没上去，我那时候我没上去，你知道吗？就在我的脚下。一楼。Yes， 进去里面最里面那个小门，三级甲一个。哇哦，破的。破了一点点嘛，还不是因为换了高级甲，想把那个三级甲给你。你放屁！我要看到你身上是个三级甲，你就完了。你现在说这些没头没尾的话。三级甲。看看。你看看，跟你说了二级甲，男人男人，你看看，跟你说了是二级甲，什么我看看，骗人的嘴，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我跟你说了是二级甲，一直在这里说什么东西啊？明明就三级甲，你说下来是三级甲，你喂。人喽，换来一个人喽。你救你吧。杀人不管。